子，离楼张坠下。32楚子曰：王使人见夫子，果有以一日人乎？孟子曰：何以一日人哉？尧舜与人同耳。33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世者，其良人出，则必宴酒肉而后返。其妻问所人以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良人出，则必宴酒肉而后返。问其人以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贤者来，吾将见良人之所知也。早起以从良人之所知，变国中五日立坛者，足之东郭凡间之计者，其其余不足，又故而知他，此其为宴足之道也。其妻归，告其妾曰：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生也，今若此。与其妾善其良人，而相弃于中庭，而良人未知之也，以一从外来教其妻妾。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，即奚矣。